老师安排的其实也 OK， 我们怎么着其实合理化都可以，你就改下台词，我说那你就先跳，我当然可以，然后你就跳过去，你啥都行，对吧？快跳！我们再来一次。好的，比如说有人打你一拳，勾拳打勾拳，尽量在想象这个画面，这个感觉。起身的动作，我起，哎，这么，